谈品德云社搭档互换时的那些搞笑名场面。呀，大爷，你玩会儿，饭馆也不能进去玩会儿去，得吃会儿去。哦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这屏绑住了吗？哎，我想玩会儿。哎，我头一次碰到您这样。真贪不？啥子上去？你这后台给谁听啊？有在前台里边的，你让观众不都听见？不都听见？儿啊儿啊啊！你到底怎么说呀？出。你猜这个啊，你猜猜你奶奶个孙子，猜你奶奶个孙子啊。管林坐下，等会坐下，坐好了，我们打先坐得离婚得了。有的观众呢，你会泡温泉，气氛冷静一些。你老笑个屁，你老笑，人家买票来逗你笑来了。我好羡慕九成了，我气九成这钱赚的太多了。都是你徒弟吗？端茶倒水的，还给别大罐烫大罐，你贪了你？行不更名，错不改姓，这话就我说的。我再告诉你呢，这节目需要，别生气，知道吗？师傅不需要。这位呢？你的师傅呢？身体倍儿棒。你坐，你当然坐这儿。我师傅不去了。你说呢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，一知无名，一不问。哼，就问，可是刺客曹操，一不问。没名，你是曹操。